萝卜和鸭梨放在一起真的好神奇。小海老人咳嗽了，喝上一碗很棒。切好的萝卜和梨放在锅里，放入十枚大枣、几片鲜姜、一勺红糖、几粒冰糖，适量清水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煮20分钟。没记住加个关注，点个红心，不然找不到我了。